近期呢，我校系统发现木马程序，企图非法获取权限，这呢给我们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了重大的风险隐患。我校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，已将该情况呢报警。方式呀。目前，联合专案组已将相关调查结果上报国家有关部门。